这阿兰贼心不死，留着肯定是个祸患，不如早些解决了。我可能没有时间再等到第二朵纯白之花出现了。对了，樊生，你去帮我调查一下阿兰的身份背景，还有他背后的人。还有，夫人，您说。当我靠近纯白之花时，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，她身穿着华服，像是…… 你说你怎么就在厨房睡着了呢？啊，还是我给你抱回来的。哎呀，你知道你有多沉吗？不光体重沉，你睡觉也沉，怎么晃你都晃不醒。怎么回事呢？你说你还是个刺客，你刺客的警觉都没有，你要不别当刺客了啊？你去那个剧团，影视厅。哎，对，不，你打呼噜，好久没声无人。这呼噜声可大，刺激的我听觉都听不见了。你夸我帅，我都听不见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嘿，哎，阿兰怎么样了？好着呢，都有力气打人了。不知好歹，若不是因为纯白之欢，我现在就让他身首异处。 你这读书人心肠挺歹毒啊，吴仁爱。说，你是不是见色起意了？哎，什么话？你这是什么话啊？我只是觉得他傻傻的、可可爱爱的，并没有其他意思。我是这种人吗？我不是啊。你是？吴仁爱此子，心系山中豺狼，未得志，你便猖狂。你。 爱女色淫前，胡乱编排，杞人忆里之性，可叹可叹。阿兰，这里赌合适吗？哎，不是我说啊，你真不愧是我们邪月阁第一刺客，那令人闻风丧胆的洪夫人，在你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你看，你看。 阿兰是不是在看我？还冲我笑？你说，他是不是还是我了呀？还笑呢？你看，我刚才啊，掐指一算，你们俩八字不合，命里带煞。八字八合，算得很准。糟了，我一定是不小心露出杀气，被这个厨子发现了。 哎，你说我要不主动一点，是不是我应该主动跟他，还是等他主动找我？你呀，不如满面镜子，好好照照自己。你懂什么？书呆子。看来阁主没有骗我，这个妖女就是西施别人的御婉而活。不知道多少人被她残害了。今天我就要为民除害。谁？听说车家店的掌柜是洪夫人，对吗？ 车家店的掌柜是洪夫人，对吗？洪夫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从魏县兜兜转转找过来，盘缠都花完了，喝了两天。那个我不是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只为了救出我家未婚夫。未婚夫？
我跟他本是一对苦命鸳鸯，我们两家父母都不同意我们的婚事。我们相约昨日亥时在城外的凉亭碰头，一起私奔到天涯海角，可是没想到。哎，姑娘，公子被家里锁起来了，没办法出来见您，只能让我偷偷溜出来给您捎来这封信。告辞。林兰，此生无法相守，来世再续前缘，望珍重。我怕他会因此寻了短见，都说红夫人您手眼通天，只要能救出我家公子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不行，不能让这个姑娘落入红夫人手中，再平白添一个无辜的冤魂了。没问题，我不需要你付出任何代价，这事儿包给我了，我定会让你和你未婚夫双宿双飞。改日我带你去绸缎庄再买几身新衣服。这还差不多。好啊，你还藏着其他女人，你到底有多少个好妹妹？红红，你别走啊，我真不认识她。你谁啊？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里面？还坏我好事儿？我不仅要坏你好事儿，我还要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就这样，我将那个负心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别提多解气了。哎，就我这顿拳打脚踢，保准他三个月下不了床。哇，太棒了吧，阿兰！哎呀，你真不愧是女侠，这么厉害！我给你包个花生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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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吃你吃吃吃。简直是莽夫行径！但凡他有家丁护院在场。你能否活着回来都是问题。我当然晓得啊，他和那女人偷情自然会避开耳目。运气好罢了，装什么老谋深算。嘿，什么意思啊你啊，人家阿兰是见义勇为，你懂什么？别理他。愚不可及。好了林兰，你也别哭了。那些男人都是垃圾，不值得你哭。阿兰，你这话就偏颇了。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垃圾，我就不是。他是啊，他是典型的。士之耽兮，犹可脱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脱也。这说的这几个什么意思？他意思就是。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他嫉妒了，肯定是嫉妒了。戏演完了，回去吧，你的愿望我会帮你实现的。红夫人的继任者终于出现了，阿兰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。Thank you.
我说。